是熟人，所以他读讲这些樱桃，我们听听看看吧，讲啊，他。有意思。讲伊的意思。有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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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意思。哎，那个是不止一个人，哎，这个是有共性的那种 NBC 的。我们只是听一个人的话，最后还是不敢相信这是不是真的。哦，是真的，就是说，哎，野人补的，平山对，啊，那在哦，你看说，这是熟人，熟人，野医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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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朋友，野医生。叶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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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医生。我差点就什么？所以呢，听起来是有什么差别吗？他说了也说，嗯，好像没有，没有。可是情商高呢？不是，是你把他看烂了。叶。一二一手，一二一手，一二一手。